接小勇是在2018年10月20日到达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的，从江西省南昌市老家到叙永，跨越1000多公里。他此行的唯一目的是，作为杀手，到叙永县杀一个人。 他说一个单子怎么样？他说现在人不熟不够。我说什么单子？他说也是说这个叙永市那里哈，他叫我，他说你找个幼儿园，他说那个女的会飞那个每天去那个幼儿园接孩子，知道吧？我就问他怎么走，他就叫我怎么走，知道吧？走了以后发个照片给他，说明到了。接小勇所说的他，是接小勇不久前在网络上认识的。 一个网名叫雷的人，接小勇与雷从未谋面，更不知道即将被杀害的目标是谁。他就按照雷的指令来到了叙永县，之后，雷又将目标照片发至接小勇的手机上。他说他是一个雇主的小三，他说就说这个男的哈。 他说他是第二次做这个事情的。他说第一次的话，他是这个缅甸人，就说这个男的他是他个老婆，被他们叫缅甸人给做掉了。然后他说这个是小三，小三就是天天去他家里闹，他又把他做掉。这个女人是谁？为什么要杀害他？接小勇并不关心，接小勇感到自己的生活也已经是一团糟，他无暇顾及这些，按照雷的指令。 接小勇对照片中的女人进行跟踪踩点，试图寻找机会实施杀人计划。2018年10月28日，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线索摸排获取一条重要信息，这条信息包含关键点：杀人、30万、叙永县。 目标照片已发杀手。更加紧迫的是，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杀手疑底目的地计划在10月28日这天实施杀人计划，但具体时间、地点以及作案方式不详。有可能已经实施了这个犯罪，或者是已经在预备好了准备这个犯罪，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 杀手已到叙永县，随时准备作案。这是泸州警方当时掌握的唯一线索。至于作案目标是谁，杀手和雇杀手的人又是谁，警方对这些都不掌握。一边是杀手已经开始实施杀人计划，一边是泸州警方紧急出击围捕杀手，与杀手赛跑，寻找作案目标。 通过大量的信息搜集与侦查，几经周折，警方初步查明，在网络上发帖雇杀手的人名叫李良。李良28岁，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人，已经到达叙永的杀手呢，名叫接小勇，男，36岁，江西南昌人。与此同时，警方还截获了一张疑似作案目标的照片，但是，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警方还没有掌握，情况紧急，线索被立刻反馈到叙永县公安局。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网上雇凶，酬金30万，杀手疑底目的地，可能就是受害人已经遇害，然后这个他吧。 警方全副武装，紧急出击，全程搜捕杀手。
我们只有通过消防部门强制破门。各金主联合作战，围捕杀手，找寻被害目标。他已到叙永，一线正在播出。杀手已到叙永，并且雇用杀手的李良就是叙永县人。接到泸州市局的指令后，叙永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高度重视，他们与泸州市局协同作战，一边依靠技侦部门的支撑查找杀手接小勇在叙永县的行踪，一边对雇凶者李良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保护被害目标。对相关的基础信息和网上的信息进行分析，逐条分析，然后把这个线索更明朗化。根据已掌握的线索，杀手接小勇在2018年10月20日就已经到达叙永县了。之后他曾在临近县城租用过一辆轿车，但奇怪的是，经过初步侦查，警方并没有发现接小勇在叙永的住宿信息。当时他已经到了这个到了叙永，然后并且进行踩点，并且把这个失主的照片，也就是对象的照片也回传给雇佣他的人，同时他在里面也反映了他要去租辆车。到了叙永之后就没有轨迹，没有住宿的轨迹啊，也没有其他的轨迹。当时我们仅仅知道就有这个人，有这个车。当时我们就第一时间想着这个人是不是他并没有去住宿那个正规的酒店或者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是在或者是在哪个公园或者是在哪里躲着的，然后就我们当时也是在对这个人把这个人的一些照片发给我们街面上的巡警还有派出所，也对这个人进行全程的寻找。警方坚信一个人不可能无缘无故毫无踪迹，接小勇很可能就隐藏在这个城市里的某个角落。时间如此紧迫，却无法尽快查找到这个人的踪迹，警方倍感焦虑。查到的这个机会是很渺茫的，因为他那个车已经没用了。当时我们就心里面压力特别大，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接某放弃作案逃跑，第二种可能就是这个受害人已经遇害，然后这个接某逃跑。保护被害目标，阻止犯罪的发生，是警方的终极目标。侦查员一边继续针对接小勇的轨迹进行深度研判，一边围绕雇凶者李良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根据现有线索分析，李良与被害目标关系十分亲密，那么李良在哪儿？他到底与被害目标有着什么样的血海深仇，竟然要雇凶杀人呢？迅速排查出李亮就是说雇凶者李某的主要社会关系，就是说一条一条的梳理他的主要社会关系，就是试图寻找李某在叙永的可能出入的地方进行蹲守。李良，男，28岁，已婚，曾在叙永经营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因不善经营，近两年处于无业状态。根据走访得到的情况，李良性格较为内向，给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较为朴实，与外界接触不多，社会关系并不复杂。从表面来看，没有与谁结仇，以至于雇凶杀人。但也就是在对李良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时，借由一张之前截获的疑似被害目标照片，警方获得了这样一条线索。我们就通过图像的对比，就发现李某雇凶杀害的对象就是他的妻子葛某。自己的丈夫雇人杀自己的妻子，这个以前电影里面的桥段我们在现实中也是第一次遇到，还是挺诧异的。而根据警方随后获得的一条信息来看，李良要杀妻，态度十分坚决。他跟这个雇主李某之间达成了协议嘛，就是采用这个30万，这个谈好这个价格，来雇凶杀人。李某
还跟这个承接任务的这个嫌疑人还交付了定金，可能前前后后转了可能有10000多块钱，转了10000多块钱作为定金。非常坚决的，因为他一直在和这个杀手之间他们相互沟通，反正我一定想办法要把我妻子杀死，就是这种心态。就是李良的妻子苟小玲30岁，四川省叙永县人。通过外围调查，苟小玲和李良婚后育有一子，平时苟小玲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带孩子和料理家务，她和李良之间没有明显矛盾。但是置妻子苟小玲于死地似乎是李良的执念，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调查中，警方发现一时难以查明李良的去向。李某也一直把这个电话关机了，之后就一直不出现。后来我们查到了这个李某和苟某的居住地，上门去进行登点的时候呢，但是我发现这个李某实际上并没有在家里。这个时候我们也心里面也是挺着急的。与李良同时失去踪迹的还有他的妻子苟小玲。试图与苟某联系，就是说我们113时的那个持有人口登记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是电话关机的。然后同时我们在他居住的小区多次查到，包括询问物业均未获取苟某的，就是说的有效信息，也不知道他是是否遇害，安不安全，这些当时都不知道。警方急于寻找的杀手接小勇、雇凶者李良以及被害目标苟小玲全部无迹可寻，这让事态变得更为严重起来。我们就一直很焦虑的，我们想是不是这个杀手已经实施完行动，已经被害人已经被遇害了。时间如此紧迫，又一时无法找到苟小玲的下落，警方不得不做出了一个决定。在无法明确当时苟某是不是已经遇害的情况下，我们的公安部门就是联系了消防部门，采取强制破门的方式，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苟某是不是已经在家中遇害，我们只有通过消防部门强制破门。因为他家里面，李某家里面他是那个指纹锁，普通的这个开锁的师傅是打不开的。我们就联系了这个消防大队，然后把这个李某家的这个门给撬开了。李良和苟小玲的家中空无一人，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一种可能是苟小玲已经遇害，而李良和杀手接小勇也已经逃离了叙永县；另一种可能是苟小玲已经被李良控制，藏匿在了某个地方，而杀手接小勇很可能躲藏在周边的某个县市，他们已经秘密约定了另外的时间和地点实施杀人计划。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令警方倍感焦虑。就在破案无从下手时，泸州市公安局经过深度研判，获得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这个线索说明阻止犯罪、营救苟小玲还来得及。网上雇凶杀人，杀手接近杀人地点准备作案，被害目标人间蒸发，嫌疑人踪迹难寻，他已到叙永，一线正在播出。
正如警方推断的那样，到达叙永后，杀手接小勇一直在对被害目标进行跟踪，寻找时机实施杀人计划。那几天，接小勇不敢在叙永的旅馆住宿，而是夜宿在叙永县周边乡镇的网吧里，以至于警方无法查找到他在叙永的踪迹。期间，雷不断地通过网络与接小勇谋划以绑架杀人、抢劫杀人等方式进行作案，但皆因感觉条件不成熟而迟迟没有动手。最终，他们将行动时间定在2018年10月28日的晚上，作案地点叙永县渔福公园。要租车子吧，这边车子他给了我1300块钱，他说这边他对这边行情好熟悉，他说你去找一下，找那个渔福公园，看看渔福公园有没有哪个路口。好，那我就去了。按照雷的指令，接小勇在与叙永县相邻的兴文县租了一辆车，2018年10月28日下午悄悄地返回了叙永，并开车在叙永县城区渔福公园进行踩点，只等时间一到，目标出现，开始实施杀人计划。2018年10月28日，鲁州市局的办案民警一直在对几名涉案人员的去向进行深度研判，经过排查查明，杀手接小勇并没有逃离，而是已经返回了叙永县。如何找到他，这块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研判当中发现了他租用这个车辆的一部分信息。最后作案的地点是在渔福公园附近，他要去租辆车，用驾车这种方式把这个受害人给撞死，制造一种交通意外。留给警方的时间不多了，叙永各警种全副武装，多个行动组同时行动，密切关注可疑车辆及人员，一张全程寻找杀手、围捕杀手的大网，紧张而又隐秘地铺开。当时我们就只知道，就是说这个车辆的一些简单信息，就是说是一辆白色的雪铁龙轿车，肯定就是在叙永。然后我们就通过那个各种手段，第一加强那个街面的巡逻嘛。然后派出专人的力量，对各个城区的各个路口进行站点蹲守，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车找到。我们的派出所和我们的交警，还有我们的便衣的警力进行了布置，让他们在这个渔福公园，因为他的一个作案地点是在渔福公园附近，我们就安排在渔福公园的街面，对这个可疑车辆进行排查。2018年10月28日晚上20点左右。叙永县公安局多个行动组对渔福公园等重点部位进行布控，发现高度疑似嫌疑人。上车！上车！快点！下来！上车！下来！上车！下车！干嘛呀？下车！下车！我走了吗？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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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你早先走，干嘛？哎呦！哪里的人？江西南昌。对。开我灯。怎么撞的？手机。开路撞是什么样子？啊！他说拦，他说那个拦车撞死啊。拦车撞死人对吧？对。给你多少钱？经查，此人正是警方一直寻找的杀手接小勇。警方在他准备实施犯罪前将其抓获。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被害目标苟小玲的去向。侦查员通过紧张的信息搜集与侦查，终于查明被害目标苟小玲就被藏匿在雇凶者李良父亲的家里，而李良很有可能也藏匿在那里。我们已经知道李某的媳妇儿，就是苟某，是在他李某的父亲家里。当时我们还不太确定这个李某是在他父亲家里。我要出来！刚买桥子没？对，真的。哦，叫李良啊。抓获李某的时候，侦查员发现，就是说在房子里的还有我们的被害人苟某。
葛某也在。这个时候我们侦查员才真正的放下心来了。警方紧张快速的撒网布控，揭晓勇和李良归案，被害目标狗小玲安然无恙。然而案件至此并没有终结，在对揭晓勇和李良审讯过程中，警方发现揭晓勇并不知道李良这个人的存在，而据李良交代，一直与他联系的杀手也并不是揭晓勇，而是一个网名叫雷的人。两人的供述当中均提到了一个 QQ 名称叫雷的这个男子，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原来还是有中间人的。接某和李某他们之间是并没有那个直接联系的，他们都是通过那个中间人。根据接小勇和李良供述，他们对雷的身份也并不了解，但他们也提到在与雷的交谈过程中感到雷十分神秘。我发了图片过来，就是拿一枪的我指甲一样。他说他是只是其实社团当中的其中一个小老板，他说上面还有个大老板，跨境贩毒，他们有专门的人去做，他不做，然后还有军火走私，他又说的好逼真，他有时候把那个拍图片，把拍他们那个手枪是跟子弹是拍给我们看，他们就那时候就叫过我去云南靠近缅甸吧，他们基地去那个训练吧，训练的时候他们那边。就说会有很多种方法去试探你是不是那边，意思就是说试探你是不是公安局这边的人，如果试探过不了关，直接把你做掉。贩毒、军火走私、杀人，这些词汇都让接小勇对雷的指令言听计从。那么雷是谁？他究竟躲藏在哪里呢？雷的身份还是比较狡猾的，因为他毕竟是作为一个中介人嘛，他还是有很大的、很强的一些反侦查的一些手段。我们也要根据那个他的虚拟身份的一些情况，通过这个烟盘，把这他的真实身份找到。就发现这个人的这个真实信息，就是叫张某，是在山西太原的小店区做的一个人员。然后我们立即派出那个抓捕组。马上到了山西当地，通过蹲守把这个张某抓到了。侦查之后，警方快速撒网布控，将杀手接小勇和雇凶者李良抓捕归案，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随后，嫌疑人张俊在山西落网。张俊，1987年出生，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人。张俊在这起网络雇凶杀人案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他的背后是否真的隐藏着一个贩毒、走私军火以及承接杀人任务的团伙呢？接小勇又是如何成为杀手的？李良又为何要雇凶杀妻呢？密谋杀人计划，他和他如何成为了杀手？他雇凶杀人，出价30万，目标竟然是自己的妻子，究竟是什么样的血海深仇？他以道续勇，一线正在播出。每家他都有每家的痛处，我就大概说一下吧。我父母到35、36，他快40的时候才有了我。从小的时候就也没有骂一句，也没有打一下，就是就比现在城里的孩子都娇生惯，就是娇惯。就导致吧，我也是有一点那种心理，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那么，自视高人一等的张俊，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药厂上班，就算个普通工人。张俊出生在山西省一个农家，被警方抓获前是太原市一家药厂的工人。根据张俊描述，他内心最大的痛楚就是自认为高人一等，却过着极度失败的生活。
我觉得我不能一辈子就窝在一个县城，他们都创业，我也创业。啊，刚开始就第一年在北京进货就亏了一笔，第二年在武汉又亏了一笔，到了去年我赔了很多钱，大概30万吧。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张俊盲目自信，不具备商业头脑的他屡次创业，屡次失败，负债累累，连累的父母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但张俊的父母中年得子，对张俊只有溺爱，没有埋怨。在努力为张俊还债的同时，还举债为张俊完成了婚事，帮张俊夫妻在太原置办了房子。然而张俊的婚姻没多久就以失败告终了，之后开始自暴自弃。到了后来就对于生活就很消极，长时间就觉得不太乐观，也没多大意思，或者有时候比较偏执一些。然后平时就还喜欢去喝点酒啊，打点牌之类的，然后就是经济很拮据的，和恰恰又和妻子离了婚，然后就也喜欢上网嘛。和张俊一样，嫌疑人接小勇也出生在普通农家，他出生时父母也是人到中年。我老爸差不多50岁才生我，以前吧又是种地的，所以说家庭条件相对都比较差。我老妈是一分钱没有的，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打工，两个人吃饭，但基本上也就没钱了。电视上也做过搬运工，最近几年就做搬运工，搬运工做了3-4年吧。30年以后，然后存了点钱，就买了个面包车，跟人家跑过，大概跑了1年多。接小勇说，因为家庭贫穷，他直到36岁仍没有哪个姑娘愿意跟他谈婚论嫁，这个年龄还未娶妻生子，在江西当地十分罕见。正常情况都在20万左右，就是彩礼这块哈，而且人家家里还有房子、车子，说实话，像我们这个年龄，如果说你父母没有那个是吧，不帮一点，说实话很难的。为了快速赚钱，接小勇绞尽脑汁，后来他迷上了赌博。输的话应该是超过20多万借的，我现在都有，就说我亲戚朋友的哈，我大概估计一下最少是15万借的。然后在网赌也有，我不是网，就是网贷，网上那种高利贷是应该最少也是2万，还有高利贷借了1万，然后我把那个车子给他抵押了。就这样负债累累的接小勇和同样为赚钱而处心积虑的张俊在网络上相遇了。而相遇的起源是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的李良在网络上发的帖子。30万元，有没有人就是说杀人之类的这些话，就发帖在网上。张某，因为是社会的闲杂人员，他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个网上，就是李某在网上发帖，就是30万元，杀人的这个消息。他老婆拿那个刀子要看，就是杀他了。他说他们家枕头底下放着把刀子，他说是离婚他就完蛋了。张俊马上与李良取得了联系，谈好价格后，张俊开始在网络上寻找能到叙永实施杀人计划的杀手。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又不是我自己亲自去杀的，我只是作为一个中间的那个中间人，杀人也不是我去杀，我只是想赚这个中间的中介费而已。恰在这时，接小勇看到张俊发布的消息，就主动联系了张俊。张俊谎称被害目标是雇主的情人，并与接小勇谈好价格。之后接小勇按照张俊的指令来到叙永县准备作案。张俊作为中间人，一边与雇凶者李良保持联系，了解被害目标信息，一边给杀手接小勇下达指令。而这一切作为被害目标的苟小玲毫无察觉。但是我们最后告诉他，我说你老公现在在找人，可能要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不知道，他完全是很惊讶的，完全不相信。
然后当时他已经马上就哭了，就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就这样说。我感觉我没得啥矛盾的啊，因为平时都没有吵过，吵啊打啊些什么嘛，都说话些都是互相比较客气的都是。然而，李良却早就对他们的夫妻关系心存不满。经常就抱怨着我老弟又吵了起啊，然后说啊老弟娃儿又不行啊，这门那门的，然后就说这门那门的，说我没觉动的啊，气候咋不好气候有点意思，然后心里就不舒服了。李良说，与妻子苟小玲相处的过程中，他感受到的是苟小玲对他的轻视，让家境一般的他产生了挫败感。2017年8月发生的事儿，则让他们的夫妻关系遭到了致命一击。他通过手机的交友软件，与其他的女子产生暧昧关系，并且手机上留有李某送给其他女子的，就是说金银首饰的那种相关的信息，被他妻子在手机里发现。他妻子在愤怒的状态下，用家里的一把菜刀将李某的手臂是砍伤了的。心里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嘛，就越想越生气，有一天晚上就喝了点酒。我说你到底认不认错嘛？然后后来拉拉扯扯就划了一刀。然后后面只要稍微发脾气啊，还冒火去，我就怕得很。李良的左侧胸口留下一条长度10厘米左右的伤疤。事后，苟小玲后悔自己不该如此冲动，也因此原谅了李良的出轨行为。李良对这件事也没有再深究，两人不提旧事。伤口虽然愈合，但伤痕已经留下。苟某之前在沿海工作，就是赚得了150多万的钱。李某就是说他因为没有葛某的经济条件好，就是说他想证明自己也有挣钱能力。那我就想法设法的嘛，想赚点钱嘛，那看什么嘛。他也不想通过其他正常的手段、合法的手段，他就想还是通过来钱快的手段，就是到网上去参与网络赌博。背着他的妻子，将他妻子，的储蓄150余万这个钱，拿到网络上去赌博，没想到全部都输光了。李良知道这笔钱对于妻子苟小玲意味着什么，他自知无法承担后果，内心焦虑不安。一想到我没办法卖掉我老婆的，然后还有再想到就是。上次我看我这个事情，然后假币一些事情也想到，就感觉压力非常大。那现在输了钱了，你觉得钱挣完了，都全部挣完了，假屁股结束挣完了，我更没理得明白的了。然后当时就大胆的一人冒着我想法的，背着天把高就给找人来杀害了。依据刑法关于故意杀人罪及共同犯罪的规定，雇人行凶行为中，雇凶的人和被雇的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都是主犯。雇凶杀人者虽然本人没有参与杀人的行为，但是凶手是在其受益的情况下有所作为的，雇凶者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是主谋。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对故意杀人罪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